you ready for this? Uh-huh. 宝贝大明星，武力全开！来自基隆的飞跃女孩将要带来如仙女般的奇妙表演，就让我们一探古典舞蹈的神秘魅力吧。诚挚的欢迎，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。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，我等你不息，星星不相依。你是天意，你是大大的马蹄，滚滚了我的红尘，苦苦追寻冰天雪地。一寸光阴一寸心，一朵昙花一朵云，一朵雪花一朵梦境，一捧在手掌心。一颗尘埃一菩提，一颗流星一个你，一心与一捧在手掌心。刚才他们的舞蹈动作里面加了很多腰身的动作，还有小碎步、莲花指，加上下腰，最后还有小五花，还有小五花，很厉害耶！最后加上海带跑进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海带哦，是彩带，翩翩起舞，看起来你们就像一幅会动的图画，真的很漂亮。而且我知道古典彩带舞呢是非常讲究身、眼和手法的哦。身是什么？就是身段。身段。眼就是眼神。手法呢，就是小舞者刚刚操作手带、彩带的手法，这些都很重要哦。那么有了以上三点，再加上身体的柔软度，就可以把舞蹈动作变得很漂亮。对呀，而且他们看起来年纪都很小，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，非常厉害。我想问一下，请问你们学习古典舞蹈都学了多久？学几年？差不多三年。差不多。三年，那你们几岁了？现在8岁，8岁9岁，哇！他们人生有快要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这个舞。我刚才有看到一个动作，很漂亮，是好像是抱在一起，然后就说哦，像开花一样那个动作。这是什么？三位小舞者有做开花动作，可不可以来示范给我们看一下？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可以吗？耶！掌声鼓励。要变成一朵小花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开花了呀！三个人这样可以合体变成一朵花，需要什么技巧吗？是需要腰力，还有柔软度跟他们的同心合力。哇，腰的力量、柔软度，还有他们的什么力量？同心合力。哦，同心合力就一起，同心合力一起合作，对不对？像同心协力一样。哦，我也可以做得到吗？可以吗？一起，谁要跟我一起练习？这么多啊！你们两个先举手，来来来来。你们两个站前面，啊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我那么高也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手牵手了。应该不行。一点，一。好危险。三。三没有。三没有。有吗？有吗？我猜你只有一点点。啊，一点。红老师说，我只有一点点呐。可是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海带弄得很好。我不是彩带。彩带。
来，但是在汤里面。今天可以请各位小舞者教我一些彩带的动作吗？我看梨儿跟我们的梓潼都有拿着彩带。好，那你们两位小老师到前面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闪电，啊，闪电，闪电，闪电。所以就是用手臂这样往下面画吗？左右左右，嗯，就是一二一二，就像画画。一二一二，像画图。那我们两个可以试试看吗？你们当老师，我们来中间。好。那你在我旁边仔细看好。好。嗯，可以。好。看我们要做的很标准哦。嗯。好，我们要来闪电喽！预备备，开始！闪电啊，闪电，闪电！姐姐，你跳的不对。我我来离啊！太快了，你跳的不对的。我动作是对的，但我太快了。我也是太快耶。那我们这样，你就一直加快。哦。那你们帮我们数拍子要怎么数？五六七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像很丑哎，为什么好像都是这样？你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直的下来？我发现今天的飞跃女孩们真的都很厉害哦。刚才不论是劈腿啊或下腰动作都做得很棒。真的，他们的柔软度好像非常的厉害。今天我们好像有柔软度的考验，要来考验飞跃女孩们。太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选出一个柔软度最厉害的人，我们两个也会参加，到底谁会是今天我们的悠悠软 Q 王？首先要请大家猜猜看，谁会是我们今天的悠悠软 Q 王呢？数到三一起指着他，一二三，哦，不是，蛮多人指着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学最久。哦，他学舞蹈学最久，还有他下腰很稳，下腰很稳，还有呢，谁觉得是别人？是谁？他甜甜，甜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觉得是甜甜？为什么婕妤？因为婕妤，因为呢，他个子没有太高，而且呢，他筋也很软。他个子不高，筋也很软，为什么？嗯，他个子虽然很高，可是他筋不软，但是他有信心，很有信心。对，好，那我来问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提醒各位小朋友，我们在运动之前要记得做足暖身哦，所以现在手叉腰，一起转腰三圈，右边转三圈，换左边转三圈。OK， 暖身完毕，那么我们的游戏就要正式的开始啦。好，首先第一关110公分，每一个人依序呢从这边过去。好，我们放110公分喽 ，Ready Go， 110公分，太轻松了吧。太轻松了，让贵宾就失败了啊！我已经第一关我就被淘汰了，好，没关系。你第一关就会被淘汰？你说什么？他说他早就知道我第一关就会被淘汰。好，我看第二关，100公分，看谁会被淘汰。好。Ready Go！ 哇，也很轻松哎。我转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刚刚有没有信心？有。Ready Go！ 等等，我很严格。你跟我。哦，过关，加油加油！哇，速度依然很快。加油加油！我转。你们真是很厉害的飞跃女孩，所以呢，今天的飞跃女孩每一位都是我们的悠悠软 Q 王，耶！太厉害了！今天每一位小朋友呢，都已经突破自我啦。请问你们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！哇，那我们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，成功！漂亮的 ending pose 怎么摆？哦，两下。不能到哦，看谁支持。